过年我特别帮你准备红色的。过年我特别帮你准备红色。大哥进来，大哥进来。你还喜欢我的新造型吗？你喜欢我的新造型吗？哎，还有，阿姨老哥底下，阿姨老哥底下，哎呀，秦先生，啊，秦先生哦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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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波啦，啊，第一波啦，第二个啦，第二个啦，啊，那也那怪怪，我那，啊，那怪怪，拍谁拍谁，我只我来听个吼，头安尼怪怪，啊，你头安尼才是怪怪啊。好了，搭起来，搭起来。还用力，啊！在卖牛皮纸袋。哦。哎呦！好舒服哦。好舒服哦。秦阳。秦阳。孩子的爹。孩子的爹。你赶快快回来啊！我赶不回来啊！好，拉起来，一二三，哇！嗨，好。嗨，你好。祥鸿献瑞，巨星庆团圆啊！再看我一眼，再看我一眼，别急着说再见，慢慢。让我的留恋，让我的留恋，比你的花更甜。让我的榴莲比你的榴莲甜，嘿嘿，厉害了！今天呢，我们要测验的对象啊，是一个明星情人梦，明星情人梦，哎呦，超级帅哥，男主角，哦，厉害了！以前的他靠着什么走红？吉拉给侬哥，吉拉给侬哥，吉他会，吉花那会，秦阳，哎呦，在那边呢，赶快打开，好啊，好啊。他现在很癫，他故意不看。打电话，电话拿起来，假装接电话。喂，秦伟吗？秦伟吗？你就是那个禽兽跟阳痿的。你就是那个禽兽跟阳痿 的儿子。啊、叫阳，改叫秦伟啦。叫秦伟、啊。好，来跟他对话。喂。哎。啊。哎。跟他对话，跟他对话，他讲什么时候要过来？我等一下就过来啦。我等一下就过来啦。大飞牛，约几点？赶快过来好吗？好啦，我要赶去录影。录什么影啊？喝咖啡嘛。喝咖啡啊。啊，那个本来电话挂掉。先没，摸手背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性感哦！他好精哦！对呀，对呀。好舒服啊！对，准备要丢福利。好。好，一方，我跟你讲哈，他很精，如意瓶你最好丢到他桌子前面，然后你弯下来捡的时候腿不弯哦，整个人弯下来捡。啊，掉了！掉了，是啊。在那个鸳鸯蝴蝶剑吗？新鸳鸯蝴蝶剑吗？啊，不是啦，明星情人梦啦。不是啊，是什么 MVP 情人梦啊？明星情人梦啦。哦，明星情人梦，对不对？你有看？你在里面演那个最近忙着唱片宣传。你在里面演那个什么？
Slim Body。Slim Body 吗？Slim Body 是霹雳魂。所以你的新唱片叫霹雳魂。搞错了。你的新唱片叫什么？那你的新唱片叫什么？离水的鱼。离水的鱼，对。但我会唱哎。我知道啊，我会唱哎。鱼儿，鱼儿水中游。鱼儿，鱼儿水中游。游来游去，离水的鱼。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离水的鱼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好了，那不打扰你看报纸了啊。好。再见喽，拜拜。喂。你快到了没有？只要今天这家餐厅怎么怪怪的？好热哦，大声一点。好热哦！哇，热热热！我待会打给你，我先听一下简讯。我们在开空调啊！好热啊！好热！这么热，不如我来做一个伏地挺身。这么热，不如我来做一个伏地挺身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做五个。如意拿出来，如意，快加油！加你要我来接，啊，你结果你也不搞。好了吗？跟秦阳讲说，一点一搞啊啦，你变急啦。一点一搞啦，你变急啦。我回你啦。我回你好啦。可以告诉你啊，不要这样，对了。啊，坐在他对。哎，心内在你心肝里在跳恰恰恰，哎，在你心，在你心，到底在你去？哎呦，你是在起笑哟？到底是在起笑哟？你搁当家在骚扰客人？你搁直接骚扰客人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那个秦阳一直在勾引我。哎，是那个秦阳一直在勾引我哎。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说他爱我。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说他爱我。哎呦，啊，那你在我鼻孔哪里？请转过去，秦先生啊。哎，秦先生啊。嗯。太水了。太水了啊！没玩过了，没玩过了。还有谁打掉？还有谁打掉的？还好了，还好，还好的起雾了，还好的起雾了哦。好啊，来了，好来了。哎，奇怪了，来抢了，抢了！怎么这怎么抢啊？哥，不想比了。这站好，站好，没有，站好了。拍饼，拍饼，来，来叫他趴着。我去放了。我没怎么样啊。快点，你想要管我？趴给他。我想死了。用力打。喂，他起来，他动作起来。对，好了，抢了。懂了，好，头用力哦，很用力，打到那个头都快飞了，一二三，打到转过来，秦先生啊，快点一下，给你打，秦先生哦，哎，把秦先生武器卡紧哦，好，来面了。好棒，我好喜欢你打我。啊，雷光你很棒，我好喜欢打我。
哦，不是。那我老公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我找遍台北市大街小巷都找不到他。我找遍台北大街小巷都找不到他。你看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。你看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孩子的爸爸要是找不到。孩子的爸爸如果找不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啊！啊！谁可以救救我啊？谁可以救救我啊？那一天晚上。那一天晚上。夜黑风高。夜黑风高。天色很暗。天色很暗。我也看不清楚那个男人是谁，一直看不清楚那个男人是谁。我一直说不要，他一直说要。我一直说不要，他一直说要。哎呀，你看，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。哎，你看，我都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了。电话来了，你接一下好了。嗯。嗯。哎，什么事啊 ？OK， 我怎样？是啊，你怎样啊、哦？你怎样啊、哦、？OK， 好。OK 了啊、哦。OK， 好好。好，哎呀，为了他肚子里面的孩子着想。那为了肚子里面孩子着想。我还是来做几个仰卧起坐，躺在地板上，然后仰卧起坐，好，开始。每次是福利点，好好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打主意。好，主意丢到他的脚上。好，爬过去捡。嗷，学老虎，学老虎，爬的。嗷，哇！看着他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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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爬过去，哇哇哇哇！再爬过去，爬进去他的桌子底下，哇！爬到他的桌子底下，爬到他的桌子底下，哇哇！爬过去，穿过去，哇哇！好，看着他，哇哇哇哇！好了。好，转过来看他，哇哦，哇哦，再一个，再走，爬出去一点，爬出去一点，哇哦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好，爬过去，好，把鞋子脱下来，啊，拿一双鞋子在手里，拿着。啊，我真是现代灰姑娘。啊，我真是现代的灰姑娘啊。你看我的鞋。你看我的鞋。真漂亮。真漂亮。好，开始抠脚。抠脚。一脚。抠脚。挖了个洞，闻一下。哦，好香哦。哦，好香哦。再抠。哇。脚的味道好好闻哦！哇，脚的味道好好闻哦！拿了鼻子闻一下。秦先生，你想闻吗？秦先生，你想闻吗？好 ，OK， 那准备丝袜，脸转过去，对。
过年我特别帮你准备红色的。过年我特别帮你准备红色。大哥进来，大哥进来。你还喜欢我的新造型吗？你喜欢我的新造型吗？哎，哎呦，啊，你老公底下，啊，你老公底下，哎呀，秦先生，啊，秦先生哦，拍谁拍？拍谁拍谁拍？这我报啦，啊，这我报啦，第二个啦，第二个啦，啊，那也那怪怪，我得，啊，这我怪怪，拍谁拍谁，我只我来提个吼，偷安尼怪怪，啊，你偷安尼才是怪怪怪，好，好，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还用力啊！啊！我在卖牛皮纸袋的。哦！哎呀！好舒服哦！好舒服哦！秦阳，秦阳，孩子的爹，孩子的爹，你赶快快回来啊！我赶快回来啊！好，拉起来，一二三。嗨，好。嗨，你好。好了，不要在那里吓人了，走了走了。好，不要在那边吓人了，走了啦。好 ，OK。好。